迪的女儿张可盈生日穿露肩粉裙配麻花辫，美得如童话公主。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张可盈，但相信大家一定知道张凯丽。这个58岁的东北女人也算是娱乐圈的台柱子，红了几十年，最近几年才慢慢的退出了影视圈。也许是在妈妈的影响下，今天21岁的张可盈依然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如花一样。今天张凯丽在微博里祝自己的公主生日快乐，并发了几张照片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扎上麻花辫、穿着露肩粉裙的张可盈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并且她这种漂亮还有一种艺术的美。张凯丽多才多艺，女儿也受影响，唱歌跳舞演戏样样精通。虽然没有大红大紫，但是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星二代。今年21岁的张可盈6岁开始就涉足演艺圈，但没有特别优秀的作品。或许张凯丽也没要求张可盈那么早出道，可是唱歌跳舞都有得过很多奖项，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姑娘。前几天还和妈妈同步登台唱歌。有时女人的侧颜杀是最有魅力的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这样认为呢？张可盈很高，大长腿，完全可以和关晓彤媲美，娱乐圈优秀的星二代不少，张可盈绝对算一个。张凯丽曾经演的《渴望》传遍大江南北，深受大家喜爱，从此定格一个温柔女性的形象。